貴到嚇，即係你如果遲啲有機會，因為我嚟緊嗰三四堂咧，個稿咧都係嚟自呢一隻嘅。但係第二樣嘢，你哋畫嘅時候咧，留意一樣嘢就係個佈局啊，嗰啲景咧，其實擺嘅時候就好舒服嘅，即係你咁樣過嚟，其實係咁樣。咁你畫嘅時候咧，就真係咁樣樣。遲啲有把線嘅，你哋畫把線出嚟，係啊，即係呢個都叫做喺紙上邊啦。嗰把線啊，真係線嚟嘅，真係你哋要冇失手冇漏。但係嗰把線其實反而容易啲，點解咧？把線本身嘅呢個色咧，上面冇咁化，反而好啲嘅。你哋畫嘅時候留意一樣嘢就係話，好似呢個咁樣，你見到其實我有隻翼，嗱呢度有延伸出嚟噶嘛。其實我畫嘅時候咧，佢呢個都係好乾身嘅。但係我就因為我知道呢個紙嘅性質，所以我濕水嘅時候咧就撳落去咧就撳多少少。嗱呢度化嘅你見到，係咪？所以你哋唔使怕化，最緊要後邊嗰度做得自然啲，呢度拍齊啲得噶啦。本來我唔諗住啲線嘅，不過我作為初稿咧，我又想做得好啲，啊就係呢個原因。咁你翻屋企之後咧又一樣啦。嗱，我再講一講要留意嘅幾樣嘢啊。而家再講一講，今日重複翻上次，因為我見到畫得唔係幾好啊，即係唔係好熟噶啦。我再講一講啊，聽住啊。因為我見到大家都未掌握曬嗰樣嘢，同埋好深今日畫嘅時候，畫嘅時候，畫上次。我要兜個彎出嚟畫竹先啦，用咩色啊？咩色係咪？我再諗多次啊，因為見大家畫得唔係咁，好似比較困難啲咁。試一試啦。我用得比較淡啲㗎，大家都可以用淡少少。寧願乾少少啦，如果你話驚佢太濕就點樣啦？唔好怕辛苦啊，唔好怕悶，時間係長啲噶啦，嗱慢慢整，啊偏向於淺色嘅啦。OK 嗱，咁你錄嘅時候講過啦，唔好撳落去，撳落去會化噶嘛，係咪？只係用呢度嘅啫，即係紙筆係企扁嘅咁樣，即係咁樣過嚟嘅啫。每一嘢撳落去，撳落去咧佢就會化曬啦，咁樣過嘅。睇住啊，兩節到啦，我今次畫一節啦，睇住啊，一節，少少弧度啦，睇眼又唔好睇，少少弧度好，呢度有一個啦，咁好啦，咁呢度啦，少少好啦，淺啲嘅，啊，睇住啊，呢個位淺啲，個節你要諗定個節落少少嘅呢個位咁上。冇時間俾你猶豫嘅，所以你唔好咁樣等好耐，成個腫瘤咁樣。OK， 加少少水，再淺啲啦，甚至乎連墨汁都唔見埋啦，粗油冇所謂嘅，差唔多粗得噶啦嘛。呢個位你可以交叉嘅，不過呢個位交叉就複雜啲，嚇會難啲嘅。咁呢度啦，咁你話好相似咯，三個咁點做啊？直落呢個，不過就兩個折嘅，就咁樣好睇啲。咁樣樣，咁好啦，跟住就到呢度啦。譬如話，咁樣樣，細力啲啦，由上至下嘅呢個位，或者低少少啦。咁樣樣，咁啊，趁佢未乾曬嘅時候咧，加墨汁。啊，呢啲位重啲嘅。後面的背景淺一點點，再淺一點點，不需要太過夾硬，不是好了，你可以加一點點脂的，如果你嫌煩，那你就這樣，如果你加就這樣，你就
睇清楚睇情況啦。譬如話咁深嘅，咁你唔會加呢度噶啦。嗱，記唔記得啊？我一提出嚟，一提出嚟又見啲主幹咁淺，有冇理由個知咁深啊？所以呢下嘢已經知道佢係錯噶啦。我 feel 到呢度已經錯，所以其實呢下嘢應該俾邊個噶？俾呢度咯。嚇，即少少風，唔好太油，睇住咯。嗱，係咪啱好啊？所以嗰啲經驗就係你做得多，後面出嘅，見面就可以鬆緊啲啊，唔該，咁樣樣出嘅。OK， 如果前面出就唔同啦，前面出就會深啲。呢度。前面出嘅。蜻蜓其實真的要畫的話其實很複雜的，入面還有很多東西，黑色一塊塊線條，不過我就將它簡單了。看著啊，鬆緊一點，只是這一下已經很有力了，這些東西真的停頓過嚟就唔係咁樣整個圈啊咁樣。好啦，喺呢個位啦，少少弧度，啊，即係有啲向下啦。雖然我不建議，但大家真的，我現在用這隻字，你應該拿cut少少這些這樣的廢紙，當是廢紙。雖然我不建議大家這麼做，因為你其實熟不需要這麼做，但我都是覺得，如果你真的沒信心，你可以拿張紙試一試先。OK 了，再拿。淡嗎？深嗎？真的在這裡試了先。我點解我要同一張紙？呢張紙你呢張紙唔化啫，你到呢度係化噶啦嘛。仲有一樣嘢，冇試到 high 咗，越試越多，試到冇曬墨汁，跟住落去就冇墨汁咁樣。有時會㗎，你覺得好 high 咁，好好玩啊！試，哎，差唔多啦，差唔多啦，試啦。其實乾咗㗎啦，已經。唔試一下好啦，嚇試一試嚇。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嗰個力度要有。你有冇諗住用？你一定會化，你由佢化。寧願佢化少少都好過你，因為化其實嗰啲係水嚟嘅，幻覺嚟嘅，到時會乾噶嘛。你唔驚化，你求其咁樣劈過去就唔得。仲有扁少少啦，咁樣樣，咁即係呢度係咁樣樣過嚟啦。呢度兩下，咁即係停一停。好深，好輕，好似話細啲啦。OK， 嗰邊咧再撲出嚟少少，好細。咁你會去，如果換咗你，你會好擔心。哇，化成咁樣樣，唔係嗰啲水嚟嘅啫，乾咗唔覺。你咪等一下咯，即係我而家上緊堂，可能要等時間乾啫。但係你喺屋企嘅話，你咪由佢咁樣擺喺度，唔需要太擔心。你要知道，你分清楚。譬如話頭先話嗰啲，哎，好化啊，好化。你咁樣望落去，點會留意呢句嘢化唔化？同樣頭先話好深色啊，咁樣呢嚿嘢咁樣，你而家望落去已經唔深色，一樣道理嘅啫。所以不需要太擔心，由它化得的。你急的風筒或者你忍一忍它，你不急的你由它這樣。等一陣加一些粥或者其他東西下去，你不太覺得。看著了，蜻蜓沒有鬚的，蜻蜓不會這樣的，因為蜻蜓飛得很快的動物，所以它不會有些東西阻住它飛。
呢度睇住啊，佢唔係一點㗎，佢一雲。所以呢下好緊要，佢係咁樣樣一個一字嚟。你如果做到求其點落去唔啱嘅，咁樣點都唔啱嘅，咁樣條線又唔啱嘅，金金咁樣。嗰邊就可以細啲啦。OK。唔緊要，配方有佢得。依張都唔錯，呢個位出，睇住啊。按住呢個位啊，按一按先，好輕好輕，按一按，停。呢度，按一按，好輕好輕，嗱，你應應住個位啊，好輕好輕。嗱，你見到我呢度出嚟係啱對住呢個位，係咪？呢度係睇清楚呢個位，空嗰度啊。即係你睇住到咁啦，手勢。你甚至乎無聊到點？你有權冇嘢做，你畫啦，跟住好啦。跟住呢就咁樣咯。做咯，做到熟為止咯。啊，隻手勢就係咁樣做出嚟嘅，喺呢度咁樣。不斷練習做到自己熟為止，隻腳又係咯。張相睇落嚟啦，得噶。所以嗰個做法就係咁，即係你要嗰個手勢要好細心、好細心去做啦。乾咗呢個就唔過啦，跟住我呢啲又係啦。冇講過呢個可以整咗三個形噶啦，佢咁樣過嚟。頭先嗰張海報喺邊？嗰張蜻蜓海報喺邊？喺邊度？當然不是每一隻都是這樣，只不過告訴你它可以是這樣，這隻不是蜻蜓來的，不同的鴨的夾埋那些，不是豆梁那些來的。 OK， 衝那些就是夾埋的，夾埋的這種分開才是蜻蜓，明白說什麼？所以其實有些時候我們會這樣看的，好正的這幅東西，我真的很喜歡。這些全部都是豆梁那些來的，夾埋的。 OK， 我們有時會想象徵到即係呢啲位咯，你見唔見得？呢扎嘢咯，就係佢雖然係弧度，但係我哋會咁樣過，當佢即係咁樣過去。嗱，見唔見到呢啲點啊？黑色，見唔見得？兩個就係呢啲啦，呢下嘢咯。真係有咁咪冇嚇，咁但係有時我哋會省略咗，就係唔畫中間呢扎嘢，就咁算係兩點，佢睇落去就好睇啲。係啊，有啲係向前啲。有些是大一點的，但你看到無論大不大過它比較少 X， 你看到都是這樣的，它不會有交叉這樣出來的，不是，它是兩邊平衡的，見不見得？就是這樣，有原因的，有些彎彎地，見不見得？這些弧度有少少彎彎地，除非你正面拍它，如果不是少少彎彎地就好看一點，感覺上當然也有些肥的，我們畫的時候就很少畫這麼肥，通常都是油，就是這樣。 OK， 即是 有道理的，這樣做。 OK， 顏色方面自己可以控制，每樣東西畫，每樣東西畫幾樣東西。第一樣東西就是這種竹重複畫幾次，第二翼重複畫幾次，第三樣東西呢就是這個了。這個重複畫幾次，呢一下嘢，跟住呢一下嘢，跟住呢下嘢，即呢三樣嘢重複畫。當你畫熟咗呢個之後，畫熟咗之後，將入邊嗰啲嘢咁樣又畫幾次，溝埋之後，應該嗰幅畫唔會弱，太樣衰嘅，我覺得係啦。咁當然最緊要係練習啦，係嘛 ？OK， 因為我如果攞咗啲紙翻嚟，我希望大家一人交一幅嗰啲咯，即做紀念都好啊嘛，咁靚係嘛，試下。OK， 咁同埋你知呢度停，如果
我下個星期應該會有啲，我而家唔得閒，有啲表格，大家有興趣可以上我嗰度學住先，即係 keep 住呢兩個月繼續啦。如果你話你冇咩做，如果你話你想唞下，順便都冇乜所謂嚇。咁啊，咁啊，我到時安排一下 ，OK？ 唔好意思。係。